在听音乐的时候，我们虽然郡守官邸是一个很严肃的地方，但是我们大家现在在进入浪漫的民歌时光。如果你听到好听的音乐，你可以跟着动那个身体，不用正襟危坐。我们现在别发作，虽然在台上有两位老师，但是我们不是小学生，我们音乐可以动来动去，没有关系。应该是我们的错，我们应该要这样唱歌，他们就会跟着摇。我们像没有摇的都上来唱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试试看好了。因为千惠等一下就在这边。好，我现在体积比较庞大，所以我带动一下，要知道我们。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超高。这首歌应该最近很红吧？最近很红，非常好。新闻他们看到了。那是不好的新闻嘞。也不算了啊。因为这位先生现在要控告，哎，要告，要提告某县政，要告某一个县政的，好像在县政府为了要提振观光资源，我就把它拿来，哎，哪一首啊？怪我，好厉害！为什么要告？为什么要告？对啊，县政府把他的，哎，你到澎湖有去过澎湖？应该有去过他那个故居啊，不是他外婆住澎湖，他外婆的澎湖，他外婆住澎湖啊，对，那他是。他外婆是澎湖人，好吧？他外婆住海边，对啊，他外婆踩在沙滩上会有脚印，对不对？哈，还有船长，对，他说啊，现在澎湖现在为了观光资源的开发，所以他也把这个东西列为一个观光的重要的资源哈。他就潘方先生可能觉得说，啊，好像自己被消费的太多了一点，所以他好像有要搞。不过那个归那个哈，我们还是唱歌，这首歌很好听哈。我希望可以把这首歌唱得好哈，这首歌叫做《万里红尘》。小雨一串小
脚印是两对半啊，应该大家知道吧？啊，没有，我是问小朋友。啊，小朋友不知道，可能他听不懂我唱什么。你们是被逼